好，对这个来自日本大阪的章鱼烧名店呢，今天社长是亲自领军，从食材到铁盘器皿全部空运来台，让民众可以享受到正统的关西美食。以七种粉末用独特比例调制而成的面糊倒进铁盘里，瞬间香味四起。放入又大又新鲜的章鱼块，再撒上葱花、红姜以及天妇罗炸粉，最后再倒上面糊，将馅料包覆起来。每个环节，加西社长都非常仔细用心，用饮食创造幸福是他的经营理念，也因此在日本，他的章鱼烧非常有人气，平均一天可以卖出20000颗。出来上りました。除了有经典酱汁口味，淋上不同酱汁以及搭配不同的配料，就成了别有风味的紫苏梅口味和萝卜鹰嫩芽口味的章鱼烧，超级幸福的，就用料非常的丰富，然后就整口吃下去，然后就是料整个化在口中的感觉，如此外酥内软的特殊口感，让您不用到日本也能享受到正统的关西美食。